睡到十二点，家里的方便面最后煮了一碗，晚饭怎么办？我在懒得管，反正爸妈答应就下班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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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了二十几年还是会煮泡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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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看着我就觉得麻烦。我打开电视机看里面的喜剧，笑着说的傻逼的我真开心。妈妈说妈妈说妈妈说，你个脑袋到哪去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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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我还不是亲生的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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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道我就不该吃你们的？我摔了门倒在床上。